你好，谢谢你经常收看东东视频。说蒲公英配宝，排毒百病消。俗话说，是药三分毒，能不吃就不吃。蒲公英作为一种天然抗生素，有时候可以达到药用的效果。蒲公英的三大功效是什么呢？第一，清热解毒，蒲公英能清理体内热毒，对感染和化脓有很好的效果。第二，消燃利尿，蒲公英对肾脏引发的各种水肿及身体炎症有很好的改善作用。第三，消融蒜结。蒲公英能消除臃肿、疮毒、身体结节、入蛹。蒲公英有四大黄金搭配。蒲公英有鲜为人知的十种黄金搭配，不仅能消灭杀菌，还能排除毒素、消百病。下面我们一一来列出。第一，蒲公英加红茶，它有三个好处：一、生发去屑。天热了之后啊，头屑容易滋生，用蒲公英泡红茶洗头，不仅去屑滋养，还能让头发浓密、光亮。第二个，预防流感。季节交替的时候，非常容易引发流感，蒲公英泡红茶能有效预防各种流感病毒，孩子也可以喝。第三个，牙龈肿痛。牙龈肿痛出血不用吃药，用蒲公英泡红茶，一般连喝两次就好。另外，对口舌生疮也有不错的作用。蒲公英加第二宝是蒲公英加红枣，它有两个功效：一、养肝排毒，饮食不当或长期熬夜会引发肝脏损伤，用蒲公英泡红枣，不仅能保护肝脏，还可以提高肝脏的排毒能力。第二个好处，消除色斑。如果脸上有斑，蒲公英泡红枣喝。第三，蒲公英加丁香有三个好处：一，能够快速醒酒。人在喝醉之后啊，很难受，并且很伤肝。教你一招，用蒲公英泡丁香喝，不仅降低酒精对肝脏的损伤，还可以快速醒酒。第二个好处，杀灭蛔虫。蛔虫是一种很可恶的寄生虫，大量汲取人体养分，让身体瘦弱无力，用蒲公英配丁香一起喝，能全面杀灭蛔虫及虫卵。第三个好处是抗击血栓，肥胖人群及老人很容易出现血栓，用蒲公英搭配丁香喝，能清除血管壁的垃圾，畅通血管，降低血栓的形成。第四种，蒲公英加枸杞有两个好处：一、眼部细纹。常喝蒲公英配枸杞能改善眼周围的皮肤。第二个好处，提高记忆。枸杞子啊，被称为智慧果，配上蒲公英，不仅能改善大脑的记忆力，还能提高学习能力，
适合学生及上班族喝。第五个宝物，蒲公英加龙眼，有三个好处：一，失眠健忘。现在很多朋友受到失眠健忘的困扰，晚上睡不着，白天呢睡不醒，整天迷迷糊糊，用蒲公英配龙眼连喝几次，就能明显有改善的效果。第二，皮肤瘙痒。如果皮肤湿疹引起皮肤瘙痒，可以用蒲公英泡龙眼喝。第三，提高视力。长时间看手机，视力下降很厉害，用蒲公英搭配龙眼喝，不仅能缓解眼睛的疲劳，还可以提高视力。第六个，蒲公英加甘草，有三个好处：一，食物中毒。一旦吃了不干净的食物啊，出现食物中毒，马上用蒲公英泡甘草喝，能快速排出体内的毒素，减少毒素对脏器的损伤。二，祛皱抗衰。脸上有皱纹，格外显老，蒲公英泡甘草喝。三，能消除回甲。蒲公英泡甘草喝，对真菌引起的灰甲脚气有很好的治疗作用。下面我们再说第七种，蒲公英加山楂，三个好处：一，痛经。许多女性经期不正常，出现痛经及各种妇科病，用蒲公英泡山楂喝，不仅能消除妇科炎症，还能让经期正常，减少痛苦。二，咽喉疼痛。山楂具有很好的平喘化痰作用，搭配蒲公英一起喝，不仅能消炎平喘，还可以改善消除咽喉肿痛。三，扩张血管。人上了年纪后啊，血管逐渐老化，血流减慢，蒲公英配山楂喝，能扩张血管，提高血管壁的弹性，延缓衰老的速度。第八种，蒲公英加金银花，三个好处：一，急性腹泻。出现急性腹泻，先不要着急吃药，用蒲公英和金银花泡上一杯，喝下半小时后，就会有很好的缓解。二，祛痘除印。脸上有痘痘，可以用蒲公英配上金银花来喝水。三，舒缓敏感。常喝蒲公英能改善皮肤过敏。下面来说第九种，蒲公英加蜂蜜，三个好处：一，愈合伤口。不小心摔伤碰伤，可以用蒲公英泡水喝，同时伤口涂抹蜂蜜，不仅能快速缓解疼痛，还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。二，缓解疼痛。蒲公英配蜂蜜啊，是天然的止疼药。不论什么情况引起的疼痛，连续喝2到3次，疼痛部位会立刻减轻，有时比吃药还管用。第三，延年益寿。很多人都在探求长寿的秘诀，最简单的是用蒲公英搭配蜂蜜一起喝，不仅消除炎症，还能提高细胞的活力，强身健体，
延年益寿。第十种，也就是最后一种，说蒲公英加玉米须，三个好处：消炎、水肿。肾病会引起水肿及其他身体的反应，用蒲公英搭配玉米须，不仅能消炎利尿，还可以缓解水肿及其他不良的反应。二，消除结石。肝、胆、肾、肾结石医生有时会建议激光或者做手术，不妨试试用蒲公英搭配玉米须，喝上几个月，结石会改善很多。三，预防流产。有很多女性朋友啊，怀孕后容易出现习惯性流产，用蒲公英泡上玉米须，保胎防流产，并且没有什么副作用。本草纲目中记载着蒲公英消痢咽肿，善于退五七，效更佳。以上十种搭配古人经常使用，经过几千年经久不衰，只是现在很少有人知道，一定要留好，一生受用。那么新鲜蒲公英能直接泡水喝吗？蒲公英用泡，春天用蒲公英泡水好处多，可是采摘回来的蒲公英晒晒就能泡茶喝了吗？理论上来说啊，自己将蒲公英晒干泡茶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阳光充足的话，往往使用阳干法，将蒲公英放在阳光下晾晒2到3天就可以了。如果大家生活的地方长期阴雨连绵，也可以选择阴干法，将蒲公英清洗干净后放在阴凉处平铺，注意一定要通风，半个月后就可以变得很干燥。但总的来说，并不是很建议大家自制蒲公英茶。一方面来说，自己操作可能无法把蒲公英洗得很干净，而且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，很容易让蒲公英沾有很多的尘土和杂质。那么蒲公英喝水有什么禁忌呢？蒲公英虽然没有毒，但是比较寒凉，对于脾胃虚弱的人来说，食用前一定要遵从医嘱，最好不要喝凉的蒲公英茶，也不要空腹生吃，不然很容易出现腹痛、腹泻等不适应的反应。另外，少数人在饮用蒲公英茶后会出现皮肤红肿、全身瘙痒等过敏反应，这个时候一定要停止饮用蒲公英茶。如果症状严重，最好去医院检查一下，避免出现比较严重的后果。朋友们，以上呢向你介绍了蒲公英的好处，以及蒲公英加石斛它们的好处，您记住了吗？赶快分享给你的朋友和家人吧。如果你有什么感想，可以在下面评论区分享你的生活经验和感受。好，我们今天的生活分享就到这，下次再见，谢谢你的观看，再见。